线最强记者争夺战，请举出在新庄长大的明星蔡依林、蔡依林、萧敬腾、蔡依林、论坛阿翔。我们会知道艺人住哪，他们都是因为我们跟监啊，有试过就是跟监这个论坛阿翔，他开台骂取那种小车，好可爱哦，真的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然后呢，他一路上就是这样五十，慢慢的吐回新庄去，哦，新庄场，对，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宜兰，他只是去今天晚上十点，小鸭。